无来。哦，你这阵做多少个月？咱几点发生？经过这里都十一点了。就是问题是我在外面十点就在外面了。10点早上。晚上。好，10点多。我这个人没讲话吧？10点多没到家。10点左右。可是那时候你还没见到屋子的啦。哦。那你11点多进了屋子才发现这里是谁？啊。然后里面怎么样？反锁，哦，大门反锁，从后面，从后门就开车，后门开着，窗口开着，后门开着，窗口乱，平时不是这样，我就以我儿子弄，我就问他吗？我哎，你这么把这个弄到这样乱？他讲不是他，等我抬头一看，哎，我往里一开，整个窗口都开掉，啊，这样弄，这次算其实是第三次了。通知那个沙娟，你懂吗？跟他讲，叫他来 inspect 后面这间屋子20几个外劳住。